还不是我没爸爸呢？我当然有一个呢。干嘛？撒开！你怎么这样讲话？你怎么这样讲话？我在做我的工作，我怎么了？你凭什么？先放手！先放手！不来我了！我这点点气我了！你前面听我什么意思啊？我腿是什么？我拳击啊！我也是拳击吧？你别跟我气吧！我出来干啥？出来！快点跳！快点跳！你们曾经过来，你到底真没见没有？把他抛下来，不打死他！来来，你气死不了！人不过头来，你是气死不了！好，都打了，下去下去下去！不讲道理了！你就像刚才回答我们的人，他说两个小时，他是出来。是两个小时吗？两个小时。现在你看怎么了？你叫他去出来。我有道理的，我说我们要是在监狱里面，你要放松了。